怎么了？有点。 你干嘛这么开心啊？嗯，我觉得老天对我不错。嗯，既然我学会了死亡华尔兹，又给我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别现在那儿媳妇媳妇儿的，谁知道2个月之后的世界会什么样呢？只要有你陪着我，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。那我现在为了你，继续在二军垫底擦肩了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 其实你的专长是分析对手替人出谋划策，哎，有没有考虑过转化下跑道去当一个教练？我，教练，当然，你确定吗？当然了，放眼全国，有哪个教练指导的选手可以打败邓尔豪啊？只有赵一红你啊！以后你当我的教练，我当你的剑，双人合体，天下无敌。嗯，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呢，我没有力气，你没有脑子。 我们还算天作之合了。嗯，手机给我。你干嘛？快给我！<笑>啊，我冷子枫在这儿正式聘用我的未来媳妇赵一红为我的指导教练。<笑>教练说一，我绝对不说二。教练说亲一下，我绝对亲两下。<笑>干嘛？合约一式两份啊，把你手机也给我。 我赵一红现在正式入职冷子枫的教练。等一下，教练只是顺带，做媳妇儿才最重要的。<笑>那我赵一红正式入职冷子枫的教练，接媳妇儿。<笑>以后呢，冷子枫同学，如果敢不接教练的电话，俯卧撑600下。 如果敢大声的跟教练说话，跑圈50圈；如果被我发现跟同队的女队员有言语骚扰或者身体接触的话，跑圈50。哦，对了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他中途想换教练的话，提头来见。哇，这太苛刻了，这合约还没盖章吧？可不可以解约啊？盖章还不容易啊？ 现在盖章已经盖好了，你可不掉了。嗯，现在要执行媳妇儿的第一个命令。冷了，抱抱。<笑>不是这样的，我要抱抱。哎，无声。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想搬回宿舍住。啊？队长长时间不在队伍里，会让大家恐慌的。那……没关系，既然你决定了，就去吧。哎呀，无双的肩膀。阿姨，我肩膀的事，可以暂时别让大家知道吗？试运赛就要到了，我不想让大家为我担心。嗯。 我答应你，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：手还没好之前，不要开车，让依依跟尔豪带你去吧。哇，这么早睡了？虎子跟你说啊，你可能很难相信，哥现在可是爱情事业双丰收。哇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啊？哼，可以啊。 胡子，你没事吧？宿管阿姨，出人命了！别叫，还有气儿。你干嘛把自己搞成这样啊？我上辈子。 到底欠了你和你妹妹多少？要这样折磨我，你还没和子成和好呢。你要干什么？
帮帮我！我帮你什么呀？你不是有情感顾问吗？赵一红，找你赵师傅去。啊！赵师傅，啊！我的赵师傅，我得去找我的赵师傅。啊！ 你吓死人呐！赵师傅，你得帮帮我。怎么了？虽然我和子晨是假装的，可是这一次他真的生我的气了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；给他发微信，他也不回。我该怎么办？哎呦，你先起来吧，你这样太吓人了。来来来，快快，你到这儿来坐。 坐下，好好的，心平气和的告诉我怎么了。他说，啊，怎么了？他说他在上课，然后呢？我就挂了。他微信跟你说什么了？ 他说他去洗澡，晚点回。嗯，可我等到现在他还没回，足足洗了三天。你说你是不是傻呀？怎么世上还有你这么耿直的 boy 呀？那好好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以赵师傅的过来经验告诉你，这个。 就是传说中的女孩子闹别扭了，你就顺着她的毛摸，没过几天准好。啊，嗯，子枫也是这么说的。啊，可是她现在电话不回，微信不回，我就是想跟她说，她的围巾虽然特别难看，但是。 我一点都不嫌弃。好啦，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再解释也没用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去感动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事不宜迟，你现在马上就要去子晨的学校，再拖几天你就恢复单身了。你加油，走啦，快点训练了。嗯，加油。 赵师傅，你说什么？肩膀还痛吗？你应该在家里休养的。没事的，想你们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我不回来看看，你们偷懒怎么办？啊？现在可是世运赛前的关键时期，我得监督你们。 不许松懈。来，先坐着。这次 Mark T 馆，我们也是因祸得福。我不但摆脱了伊莎贝拉，大家的实力也提升了，凝结了团队意识，这也算是替世运赛准备了。之前。 我都是一个人在国外比赛，但这次不一样，因为这次有队友，有你。我很期待跟你一起站在领奖台上，男子冠军和女子冠军一起拍照，这样我可以让所有的人看到我搂着你的时候。 我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拿到金牌呢？怎么可能？你连法国最强的伊莎贝拉都能够打平了，
在亚洲还有什么对手呢？更何况只是世运赛而已嘛。你想想，别人都有情侣对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？我们有情侣金牌，非常厉害。女儿的邻居哥哥，冷子辰，是子辰，好像真的是他，对，真的是他呀。冷子辰，哎，我爱你。哎，冷子辰，有人叫你啊！我爱你。子辰，我爱你。子辰，子辰，那个你原谅我吧，那个我再也不说你送我的围巾难看了，你送我的围巾其实特别好看，真的，子辰。子辰，哎呀，哎呀！我听说课是在这里上的呀，怎么人都没有啊？也不会说话，长得也不好看，可是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是被我扔了吗？我怎么舍得把它扔掉？
宝洁阿姨收走了，她不还给我，我帮她倒了七天的垃圾。不想再假装下去了。我说我累了，我不想再假装和你谈恋爱，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。这次和法国选手的交流，我相信你们在个人能力上和团队精神上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。这一次试运赛就要到了，各位选手都准备好了吗？按照惯例，个人赛由教练推荐，团体赛全队选拔。团体赛不分一军二军，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参加。来，这是报名表，分发一下。我们会选出三名正选选手，一名替补选手。这可是展现你们一年成果的关键时刻，你们可要把握住机会啊。冷子方，今天的战绩是零胜八负，刚才的比赛呢，刺中我九箭，但是被我打中了十五箭，其中还有六箭是因为失误丢的分，水平不怎么样啊。哎，大舅子，你那唬人的大绝招没劲使啊。
幽助一天还能发射四发灵丸呢，你那个找死华尔兹使个三次就没劲了，不行啊！去，死亡华尔兹。哎呦，不错不错啊，还有体力顶嘴，说明还不累。来，赶紧起来再练一次。来，起来练。哎呦，没劲了，没劲了，不像你这样的师哥。哎，怎么了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想进世运赛、个人赛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只要你努力，想进团体赛还是有机会。不过以你现在的稳定性啊，想进入团体赛的第四个人，那基本够呛。所以呢，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：一呢，刻苦训练，打好基础；那么第二条呢，就是把你的体力锻炼到一场比赛能够连续使用15次死亡华尔兹的程度。啊，不管他3721，上去踢里咔嚓，连砍对手15剑，能不能做到？哎，大舅子，不论怎么看，都是第一条比较实在。你看，师兄们好心陪你练，最后还被你嫌弃。哎呦，现在的好人真难当。哎呦，心塞呀！我练。你俩怎么比我们小区楼下的大妈还唠叨呢？哎呦，哪那么多废话！走，来，过来。别装死狗啊，赶紧拉韧带放松一下。谢谢师兄，请师兄慢走。喂，少康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女人呢？不是约我在俱乐部见面吗？没看到你啊。冷子峰，等会儿你说。冉教练，你找我，是不是把我跟少康的友谊赛做个了断啊？友谊赛的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怎么就不重要了？我等着让他尝尝我死亡华尔兹的味道呢。你也许还不知道，关于这次友谊赛，我跟赵振宇之间有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如果你输给少康，就必须转校到我们奥盛学院。教练不带这样的，你跟我们校长吵架那是你们的事情，干嘛拉上我呢？我是不会转学的。虽然你已经学会了死亡华尔兹，可是这套剑法还不太稳定吧？难道你就不想有人帮助你把这个基础打好，让这个绝招更加扎实吗？行，但是我不想转学。你应该已经察觉到杨岩跟你们校长是死对头，杨岩所有的一切在振宇学院都是禁忌，赵振宇他绝对不会让杨岩的剑法存在于他的队伍当中。如果你选择继续留在振宇学院，只会不停地绕弯路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发挥你的长处。可是在这条弯路上有我想要守护的人，如果我离开了振宇学院，我一定会后悔的。让我想学击剑的人在振宇学院，让我想要变得更强的人在振宇学院，让我想要守护的人也在振宇学院。如果我离开了振宇学院，那我就没有了击剑的理由。师兄，你为什么答应曙光队的邀请啊？你是国家代表队的队长，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？你还能笑得出来？师兄，你到底碰到什么困难了？你有困难你说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帮你解决啊。师妹，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知足了。可是师兄，你至少告诉我原因啊。我有需要保护的人，我想有一天，如果你身边也出现必须你照顾、你保护的人，你就明白了。为了他们，有时候甚至必须走上一条别人不理解的路。师兄，我求求你别走。
教练，我，你不是生气了吧？我实话实说的。我大概也能猜得到你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所以，我以后不会再提出这场友谊赛和这场赌约的要求了。既然你选择留在振宇学院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但是你记住，我们傲盛学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教练真是敞亮人，女中豪杰，在下欣赏。小鬼，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阿姨了，你还没大没小的。好吧，既然你不想离开振宇学院，那我们就只有换一种方式来指导你了。你们？还有谁啊？我师父。小伙子，祖师爷啊。小伙子，不容易啊！听说你已经练成了死亡华尔兹，想不想再强一点？既然选择了站在这条剑道上，我就一定要变得更强。可是就我对你的了解，除了死亡华尔兹之外，你其他的攻击方式都乏善可陈。如果你想要打进试运赛，肯定需要我跟师父的个别指点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明明是傲盛的教练，干嘛这么帮我啊？我不只是想帮你，我更想帮我的师兄杨岩。冷子峰同学，刘老师他可是赵振宇、杨岩和我的师父，我们三个都是拿过世界冠军哦。刘老师他既然能够教出这么多优秀的徒子徒孙，难道你就不想得到他的亲自指点？子峰啊，我没有别的目的，只是希望你能够增强实力，替我的徒儿扬言，用死亡华尔兹为国争光。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吧。好，OK。 好样的。姐，姐，试运赛还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在这个期间之内，你肯定会好起来的。你别在外面吹风了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嗯，走吧。既然决定要休养了，不如我们先做一个皮肤保养。你呢，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，你要随时保持好你的状态。咱们敷个面膜，美个白，补个水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在击剑赛场上叱咤风云，在爱情的这个立场上呢，无往不利。你觉得呢？还可以让尔豪对你神魂颠倒。敷一张面膜吧。你真的想考教练啊？依我看，你还是考个美容师、化妆师什么的更合适吧。哎，姐，你还真说到点上了。我不准备不知道，原来考个教练有这么难，有那么多的规章制度要去背。哎，做个美容师多简单啊！啊，敷个面膜就得了。但我又不像你，你有实力跟尔豪并肩作战，我不努力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帮到子枫了。试运赛之后呢，击剑协会要举行教练考核，我一定要通过，加油。
你这面貌才敷上，你去哪儿呢？出去透口气。你这伤还没好呢。我伤的是手，又不是脚。不错，休息一会儿。谢谢。子枫，进步挺大的，先喝口水吧。在试运比赛之前，只要你有空，随时可以过来。我们会尽量弥补你的弱点，让你的剑法更加稳定，也让你的死亡华尔兹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谢谢教练，谢谢祖师爷。不容易啊，吃完这套特训菜单，能够站着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好。冷子枫他可是有家学渊源的。他从小跟着他爸练拳击，底子不错。哦对了，上一次脉动杯击剑比赛之后，我去拳馆找过你，我见过你吧？您是？你好，我是奥盛学院的校长冉少强。我们奥盛学院诚心的想邀请冷子枫同学加入我们学校的击剑队。我们愿意提供全额的奖学金给冷子枫。我们进去详谈吧。不行。我跟你说啊，子枫不可能进奥盛学院啊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我的拳是跟我爸朋友学的，我爸不打拳。那上次那个人是？你见到的应该是贺叔吧？李贺，贺叔，我爸是个厨子，自打我有印象开始，我爸就一直在厨房里甩锅子。教练，要不要吃炒饭啊？啊？炒饭？哎，我的意思是我爸的手艺一流啊，称霸整个小区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留个地址给你。来，就这个，报我名字可以打折。我不用打折。去试试吧，尝尝会上瘾的。对，那我们去尝尝吧。我也感到很好奇，怎么样的一个厨子能够教出一个击剑天才。无双的肩膀以前曾经受过伤，韧带受损严重，尤其是末端。最糟的情况是，可能手术后也无法重新固定。还有另一种选择，就是韧带重建，将他身体其他部位的韧带移植。不过不论是任何一种治疗方式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无双短时间内都无法重新回到击剑场。
我很遗憾，以你目前肩膀的状况来看，不能进行激烈运动了。而且他的身手也会大不如从前。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治疗方案。姐，把你学绒带借我用一下呗。姐，冉教练跟祖师爷在帮子枫秘密特训，看吧看吧，你心里面也堵了吧？哎，当年我爸妈动了多少关系，想让我飞去美国跟祖师爷讨教一二，人家都不愿意。这冷子枫上辈子烧了什么好香啊？我还真想买回来天天烧。祖师爷已经退休这么久了，还愿意出面指导他？嗯。不止祖师爷，连我们冉教练也是莫名其妙，不仅让我在世运赛之前放弃跟冷子枫的友谊赛，而且他还主动帮敌人提升实力，重点是不准我跟。你们振宇学院花了多少钱收买他当卧底啊？振宇跟奥胜是宿敌，冉教练再怎么样也不会挖自己家的墙角啊。哎，我说死亡华尔兹其实是幻术啊！你想啊，祖师爷、冉教练，还有你们院长，每个教练看到那一招都忘了自己是谁。哎，你那时是不是也是因为中了这一招才离开法国的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怎么跟木头似的？冷子枫又不是忍者。再说了，那招有那么厉害吗？我第一次看到死亡华尔兹的时候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感觉击剑所有的理论、技巧、经验都派不上用场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破解面对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我觉得那招挺普通的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一定能破解。那就赛场上见真章。我已经有你满地找牙的画面了。我呸！你担心我到时候把你捅成马蜂窝啊？喂，一红，怎么了？阿豪，我刚看了我姐的检查报告，我也跟严医生确认过了，我姐可能再也不能练击剑了。有心事的话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没什么事，只是好久不练习，担心手感生疏了。
慢一点。不要勉强。你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，还对你说那些让你伤心的话，我真的很蠢。不是因为你，是我自己还放不下。